喂，阿姨，怎么了？楠楠，你在家没？我现在在家吗？啊，那你过来一趟呗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哦，行行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那行，我在家等着你啊。啊，好，那我先挂了啊，阿姨。嗯。就是你们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？这房子也给你们装修好了，这彩礼钱的10万块也给你送过去了。阿姨，你说这10万块钱的彩礼，你是给我们送去了是不假，可是我不是又拿这个钱拿出来装修房子了吗？那你拿过来这钱也是你自愿的，我也不能再给你拿二回了吧？阿姨，这个彩礼钱是我自己自愿拿出来装修的，但是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呀。那房子写的我的名字是不假，那不都是还给你们住吗？你是不是想要第二回彩礼啊？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意思，你提这干什么呀？我这买了房子花了好几十万呢。阿姨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也不少。行了行了，别扯这么多了。哎，我问你，那你这儿 你妈给你陪嫁陪什么呀？阿姨，你看这家里装修的也装修了，电器也都买好了，我妈那里就给我陪了一套房子。陪了一套房子？那好啊，这房子的名字写的是你的还是我儿子的？谁的都不是，写的是我妈的名字。什么？你妈的名字？那哪算陪嫁呀？要陪嫁都陪过来给我们这儿，那还是她的名字，那等于还是她的。阿姨，这写谁的名字无所谓啊，这到时候不还是我们住啊？再说了，那我们这个房子不也是写了你的名字吗？这能一样吗？你那是陪嫁，陪嫁不写这边的名字，那哪是陪嫁呀？阿姨，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，写着的名字不一样呀，只要给我们住不就行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们家陪嫁的东西必须再到我们家这边才算是陪嫁。我还想把你这陪嫁的房子过户给我小儿子呢。阿姨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不花一分钱就把我娶到手呀？什么不花钱呀？我们不是给你彩礼钱也买房子了吗？阿姨，是啊，你是给我们买房子了，也让我们住，可是这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啊。这还有10万彩礼是给我了，那我不又拿回来装修了吗？现在你还想把我妈陪嫁给我的房子过户给你儿子，你怎么想的呀？那你陪嫁的东西那过来就是我们家的，我想叫谁住让谁住啊。阿姨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婚咱就别结了，我跟你儿子分道扬镳。你这话说得轻巧，我这请帖都发出去了，这亲人朋友都知道了，又是这样我多丢人啊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阿姨，就这样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妈，我回来了。
我这样做不是为你弟好吗？你为我弟为我弟，那你不能为我想想吗？我好好的事被你搅黄了。妈，你再说了，我弟的房子咱们再想办法不是吗？到时候我挣钱了我再给他出点钱，我们俩弟难道我们俩是出吗？你这有什么呀？是不是你现在不能这样做呀？也是儿子，那你去找他。我找他？妈，这件事是你做的不对。那我去找他给他道歉。你说呢？走，咱俩一块儿给他道歉去。赶紧走。谁呀、啊、门没锁，进来吗？快进来吧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快、那个奶奶，那个今天下午的事妈都跟我说了，是妈做的不对，你看，来领妈给你道个歉。妈，快点。奶奶，我今天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说，你别给我一般见识，对不起啊。是啊，奶奶，这妈都知道错了，就再给妈几次机会吧。你看，咱俩的婚姻都定好了，这个婚姻，你看，咱俩还如今进行情愿好不好？小白，姐。阿姨都和我认错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这个婚礼就如期办吧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啊，客气了。那行，你妈先走吧。别走了，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，在这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去给你们拿碗筷。妈，奶奶坐好了，下次就应该这样。那洗洗手是吧？是来是否不语，一生厮守分离。